仓鼠假死眼睛是睁开还是闭上？苏鹏，职业兽医师。仓鼠假死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眼睛都是睁开的，极个别情况下眼睛会闭上。仓鼠一般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刺激，会出现假死。要检查仓鼠是假死还是真的死亡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判断。首先需要给它们监测一下体温和心跳，检查一下呼吸。如果假死，它们的体温应该是正常的，有心跳，呼吸也比较正常。如果是真的死亡，体温和心率都会非常微弱，呼吸也会停止，口舌的颜色也会慢慢发紫。另外，如果想让假死的仓鼠慢慢恢复，首先需要给它们提高环境的温度，然后将环境的光线调暗，用笔灯去刺激它们的瞳孔，然后可以将它们平时喜欢吃的食物去引诱它们，可以给仓鼠灌食少量的补液盐或者是电解质粉进行补充。